发生气爆意外，造成一死三伤的下水道工地，隔天一早，工程人员进行善后，现场中油人员陪同检察官到场厘清责任，因为这场气爆疑点重重。应该是说我们没有开挖，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确认说目前我们口述的包括现场工地主任还有中油他们口述的是不是跟案子实际发生的状况是一致的。中油董事长陈金德第一时间到场，却传出进行污水工程的施工单位手上拿到的图管线位置比中油实际埋的位置深，实际来到金发局工业管线查询系统，查到事发地点的确有一条中油天然气管线，但上头却没深度标示。中油人员私下透露，工程开挖前双方有到现场会开，并在管线位置喷上黄漆注记，提供图示也载明管线位置深度在路面下 2.6 米，到底两边的图示是否真有落差。另外，根据高雄市道路挖掘管理条例，申请挖掘的单位与管线埋设人双方应在施工前同时到场会勘，确定管线位置，但中油人员私下透露，当天并没有接到施工单位通知，询问官方回应态度低调。这个监察不是我们主导的，现在检察调查完，他因为我们不能破坏现场嘛，那这个等到完了以后，他才会通知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去抢修了。这样，施工单位挖断中油天然气管线，发生爆炸起火，浓度一度飙到将近3000 ppm 的爆炸临界点。虽然消防队最后将场面控制下来，但这起一死三伤意外再度勾起高雄人的气爆梦魇。记者赖威佐、梁家文、陈昭虎高雄报道。